站起来，朝门口走，停住，向后转。围着我转半圈，从左到右。停住，向左转。朝门口走。出门朝铁门走。朝正前方的铁门走。停住，向右转，看看垃圾堆上写的字，看看右边蓝色的桶，好，看看左边的石块和马桶。抬起头，走出铁门。好，抬头看看天气，说今天天气真好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向右转，然后绕过这辆奔驰往前走，向左转，往前走，好，向左看，好，向右看，好，向右走，停住，看看右边的玻璃门开着还是关着。好，向后转，回到主路。走下楼梯的时候停住，看一看这个红色的条幅。右转，向前走。向左转，从草地上绕过这些白房子，
朝右看一看那旗杆的上端。向左转，接着往前走。向右转，走最左边的楼梯上去。看一看左边的壁画。好，向右转，往前一直走。看一眼左前方罗丹的雕塑。好，向右转，往前一直走。往前跑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在这里停住。左转。往前走。向右看，好，接着往前走，向右转，往前走，从草坪上的这个小路走到停车场里去。停住，朝右看。绕到这个车的前面看一看。停住，向后转。向左前方走，出校门。向右看，走进这个书报亭，走到书报亭的正面。向后转，看看左右来车，然后过马路。
向左走，看看公交站牌。向右走，再右转，往前一直走。向左转进入小区。跟着这个拎着菜的大爷，这个路口往右转，往前一直走，往前一直跑到小区的门口。走左边的铁门出去，绕过这辆出租车，看看左右来车，然后过马路。从人行道上接着往前走，向左看看这个收废品的车，看看有没有人。你说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对不起，没事打扰了。没事。往右转，接着走。向右转进入71，向右转。向左转，向左转，看一看货架上的东西。向右转，再向右转。好，往前一直走到底。
向右转。向左转，看一看冰柜里的水。拿出左边最底下的怡宝。向后转，走到柜台。打开微信付款码。拿上水，向右转，出71。在71门口站住，拧开瓶盖，喝一口水。向右转，从这个坡道走下去。向右转，往前一直走。等红绿灯，向右看看，往前走，注意左右来车。在这个路口左转，问问师傅走不走。师傅走吗？过马路。注意左右来车。向右转，扶起右边这辆共享单车，
拿手机扫一扫它，看看它能不能骑。看看锁开了没有。骑上这辆车，把瓶子放进篮子里，然后先过马路，等这辆公交车过去。注意左右来车。向左转，往前一直骑，停下车，看看右边这个跨子，接着往前骑，绕过这辆出租车，全速骑到路口。看看左右来车，停下来等一下。抬头看看左边的信号灯，向右看看前方的信号灯。往前骑，向左转，在这一个路口向右转，一边骑一边往左右看看，停下，往前骑，
权利期。好的，可以慢下来了。一边骑一边往左右看看。往前骑，看看左右来车，往前一直骑，在一堆共享单车这个地方把车停下。把车锁上，绕过这些共享单车和这些汽车，就从这里过去吧，从这辆黄色的自行车旁边向右转，往前走一点，然后向左后方转，往前走。看一看周围的环境，向左转，向左转，向右看，向后转，向后转，向左前方走，向左转，过马路。向右转，向前走，向左转，向右前方走，向右前方走，
向右看一看，他们在拍什么？往前走。向左后方转，往前走，向右看，接着往前走。向右看，进左边那个多乐之日边上的门。向左看，向右看，看一看有什么蛋糕。把店员叫过来，说要一个红丝绒蛋糕。要一个红丝绒蛋糕。走到柜台，说不要，拿出付款码。不是。是。拿出付款码，扫。向左看，去取餐处拿蛋糕。说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向左转，坐到从右边开始数的第二个位置。坐沙发上，坐下，低头看看红丝绒蛋糕，拿起叉子，从尖角处切一块下来。吃一口，好吃吗？好吃。